当然我哋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哋除咗个鞋呀喺嗰啲草地行走下咁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係城市人工作咁繁忙嘅时候呢，其实而家市面上呢已经係有一啲接地气嘅产品呢，咁喺我哋嘅健康店呢已经呢度呢有好多嘅客人呢就係买咗返去屋企度呢，就每一日都可以接受到呢个接地气嘅治疗啦。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喺我哋六创意嘅健康店可以买到㗎啦，联络电话係2882-4848。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好啦，咁我哋今晚会讨论嘅问题呢，就相信大家都应该都好关注㗎啦，就係呢个2009年呢嗰、那个财政预算案嘅。咁大概五间呢就已经公布咗啦，咁我相信呢係坊间都好多呢方面嘅资料啊，嘅评论啊咁样。咁我相信入面嘅内容呢都唔使我哋点即係再同大家詳細敘述下，咁嗰、那個入邊嗰個即係大家點樣睇咧？咁我哋一陣間咧就會同阿李永康啦，同埋金榮賢咧，咁我哋都即係都睇下啦嚇，即係到底我哋今次嘅預算案咧一般嘅嘅人嘅反應點樣樣咧？咁同埋我哋自己點睇下？咁或者咁阿金，你留意過啦嚇，你今日你有機會上個網睇啦，係咪？係啊。咁一般人嘅反應係點咧？一般人啊，反應啊，失望啊，系中產又話失望，無產階級又話失望，嚇、啊、弱勢社群又話失望咁樣咯。我唔知點解佢期望係點？咁佢話失望喺邊處咧？失望幫佢唔到咯，就係咯，中產話減得少咯，嚇、啊、減得嗰6000蚊嚇上限啫喎。是啦是啦，上下6000蚊是啦。即是你年薪900000以上呢就可以減到近6000啦最多。多以上啊 ?90 萬，年薪90萬以上就可以減到近6000蚊嗰個。Okay, 如果唔係減一半喎、如果唔係呢一般就如果你年薪200000以內嗰啲呢就退返税400多蚊囉。哦，要900000之後才可以用到佢盡，用到盡6000啊嘛。OK， 係啊，咁另外又減兩個月差享咯。係啦，咁嗰度有3000蚊啦，係咪？上限咯。上限，哦，即係上限啊？咁點計咧？喺呢個？咁唔係，譬如你一季交譬如你一季交2000蚊，上限咪1500咯，即係淨係交你要交翻唔夠咯。係啦，係啦，係啦。咁即係咁，我相信你1500大部分都有機會用到噶啦，係咪？係啊。大部分啦，都用得到，即係一般我睇新聞就訪問中產或者有啲直線打電話嚟嘅，咁我睇有線啊，即係個都係失望啊咁樣，覺得即係派糖唔夠咯，咁樣咯，即係會震得唔夠嚇，係啦，係啦，咁仲有咧就係、是、嗰個政府物業啦，同埋嗰個土地嘅短期租約20% 減嚇。為期3個月，咁嗱，政府喺呢方面咧，都其實咧都會因此而減少佢嗰個税收啦，都差唔多可以加埋埋都有成90億到嘅喎，都減咗好多嘅。咁嗱，呢個就好明顯咧，就係直接嚇，即係直接咧就係俾佢哋即時即係可以肯定可以用得到噶啦。咁佢叫做利民紓困係啦。咁除此之外咧，咁政府有好多一系列嘅嘢。咁有多都講過㗎喇，咁其中仲有一樣嘢呢就喺嗰、那個醫療嗰方面呢就要增加撥款啦，資助啦，咁每年呢就差唔多係8億7000萬元，咁連續做3年，咁一路咁加，咁就324，咁就又差唔多24億㗎喇，咁而家我諗政府撥款都差唔多係可能400億咁上，咁佢教育嗰度都話增加㗎，係啦，都好多都，即係佢增加嘅原因係334之下增加75億，咁係咪因為係大學嗰度即係要多一年啦？係咪呢個原因所以增加要增加75億？林多鵬應該咁樣講，係成份財政預算案咧，佢最重要劈頭第一句就62000份工等緊你嚟做保就業，保就業就。其實唔需要講，其實根本就係講緊係保就業，係啦，
第一职位，第一句就是六万二千份工等紧你嚟做。其实我咁、有冇六万二千份工等紧我哋嚟做咧？其实我有问题咯，即系我 detail 嗰啲真系我就冇乜兴趣讲。即系最重要成个哲学理念咧，即系政府系咪应该要做呢个角色咧？我有啲怀疑咯。即係你要政府去創造就業機會，從來唔係香港社會嘅價值嚟㗎嘛？呢個明唔明啊？你即係叫做可能，即係可能我哋香港富裕得耐咧，開始都係走西方嗰啲咁樣咧，一有事就係、是、喂政府你諗掂佢啊咁樣，但係香港從來唔係咁㗎嘛，我覺得。你問我對呢份財政預算案點睇，我就真係冇乜失望定咩？我嘅睇法就係、是、從來都唔認為政府需要有咩幫手。相反啲乜嘢？係啦，相反唔阻頭阻勢就得㗎啦。容許我講真㗎，即係你要幫嗱，講真，你依家叫做金融海嘯。我就唔係咁講嘢，可能冇咁好，容許我講揾到食嘅，即係或者有米嘅，雖然有影響，但係都唔會話令到佢個生活質素有咩太大。揾唔到嘅，要靠政府養嘅，都係養緊㗎啦，係咪先？亦都唔係太大影響。咁有咩問題呢？即係有陣時你話你最我覺得最荒謬，我就唔係好同意呢，就係話嗰啲俾四千個大學生即係嗰個實習，嗱政府強調唔係創造職位，嗰、那個係俾機會去實習。其實你係根本係俾好似係一個叫工作津貼咁啦。政府就唔認為呢個係工作津，即佢嘅意思就係話，我即係津貼下你去實習下，學下嘢，津貼你個少少薪金嗰度啦。講真，一個香港大學畢業生，納稅人都資助幾十萬嘅喎，即教育咗你啦。即容許我講，教育咗你啦。即讀咗咁多書，納稅人。即係唔緊要，你有能力納稅人資助你幾十萬去讀完個學位翻嚟，揾幾千蚊都揾唔到，唔係啊？啱唔啱先？何況作為一個老闆商界，佢唔會因為你政府津貼佢二千蚊而請條友翻嚟啊，係嘛？佢真係有咁嘅需要，咁咪請咯，唔會因為你政府津貼二千蚊而特登請條友嘅係嘛？喂！佢揾人教你啊，嗰度都唔少資源㗎喎，你要記住喎，係咪先？但係我係可以預期得到呢，就將會有好多公司呢特登開啲咁嘅位置，就連嗰二千蚊都納埋佢囉。嗯。咁咪真係。即係開啲假位囉，就係、是。呢個其實都唔係未發生過啦，董建華時代又係有做過呢啲㗎。我記得有線當時訪問返當時有參與過嗰啲就係、是、啦。請咗佢翻嚟點咧？又冇人教啊，日日游手好閒啊，咁樣虛度咗。咁啊，到一段時間就夠鐘咁。係啦，咁樣咯，係啦，都唔係未做過啦。董建華時代一樣啫嘛，點解又要咁？你要諗下政府嘅立場喎。嗱，政府嗱、每一個人都有個成績表要交啊，政府都有成績表要交嘅喎。佢要交嘅成績表就係啲失業率點啊、經濟指數點，全部都是指數嚟㗎。嗰啲佢一定要，跟住我將咁嘅成績表咧去做個指數出嚟㗎嘛。如果唔係，佢都過唔到㗎嘛。佢都有老細㗎嘛。所以佢嗱，你諗下個政府，佢唔做啲咁即係咁多樣樣每個台劇，今次個財政上咧樣樣每一個你諗得到嘅環節，佢都樣都審啲資源落去㗎喎。係啊係啊。咁係託依個施政報告係託市㗎喎。咁實際係咪有用囉？同埋我係成日即係做咗幾十年人，容許我講 Better Hong Kong 呢度唔講廢話㗎嘛，啱唔啱啊？我哋係咪啊 ，Doctor？ 冇錯，係。即係客套說話亦都唔講，聽得我哋呢個節目嘅聽眾亦都知道我哋嘅立場。
即係做咗幾十年人，即係你係必須要靠自己嘅。同埋頭先講嘅，可能或者有啲聽眾係大學生，可能唔係咁啱聽，但係亦都講嗰個，我哋都係事實。納稅人津貼咗你，即係叫做資助咗你幾十萬去補，揾幾千蚊工，我個人睇絕對唔難。你只要願意做嘅話，一定有喺香港。同埋我真係講一句，如果你香港都撈唔掂，揾唔到食，你都唔使旨意去邊度啦。同埋真係要講開，我哋有啲大學生好似唔係好了解大陸嘅形勢，上大陸期望一萬一至萬二蚊，你知唔知萬一至萬二蚊係講緊喺上海、北京，我可以請到頂尖大學嘅人才，講緊北大、清華嘅人才，仲要加一兩年工作經驗，人哋都係開一萬至萬一啫，大佬，你有咩優勢？完全都唔了解。但係咁樣，即係如果你喺大諗住喺大陸做工咧。你要諗係將來揾幾多錢，因為大陸唔係你大陸揾錢嘅機會多香港好多。係啊，我嘅意思就係話，就係、是、話上個零兩個零星期嗰陣啊，你唔好諗住咧係依家份工攞一萬蚊啊，有啲係將來你諗住喺有五年之後，你有咁嘅門路，你有咁嘅工作經驗，你有咁嘅技術。你將來係開間公司揾千幾二千萬，唔係啊！就係話我哋香港嘅大學畢業生啊，唔知道上面發生緊咩事啊！就係佢居然夠膽死講一萬至萬一上去期望薪金，同埋佢嘅意思就係香港揾唔到食就上去大陸揾。哇！你知唔知道大陸一年幾多百萬畢業生啊？仲係好叻嗰啲啊！你同人哋講嘢啊？一般嚟講都係喺廣州嚟講都係二千零蚊嘅咋。啱唔啱先？嗱，阿李永康，你喺出上面撈世界都知㗎啦，啱唔啱先？都係咁上下。即係如果你冇經驗，其實係二千零蚊到嘅。二千零蚊咯，即係你我，所以我頭先講話，你連香港都撈唔掂嘅，你就唔使諗去邊度啊！即係我嘅意思，有陣時奉勸一下啲年青人，同埋今日我亦都今日有一個又訪問一下啲所謂雙失青年。又話揾唔到嘢做，唔係揾唔到嘢做，係你唔想去做啫。每個後生仔都要捱㗎啦，啱啱先？我哋後生都係捱㗎啦。你總之唔好同個社會、同個工作脱離咗，你就你總之仲喺個工作嗰度，你就會有發圍嘅可能㗎啦嘛。就係點解會相失啫？以前都要有呢樣嘢㗎，我哋啱唔啱啊？都要有呢樣嘢嘅，你唔撈啊？唔該你搬走啊！老豆老母都係咁講，老豆老母同我哋講啊，即係話係咪我哋依家個生活環境好咗，少少唔願意，少少辛苦就唔去做，係咪咁咧？所以唔需要睇得咁悲觀，又話咁又咁，係我哋唔願意去做啫。我講嘅亦都係實情。因為出面咧喺市面同埋坊間，亦都好多公司咧都成日都話請唔到人嘅。啊，絕對係咯。係咪？即係唔係話冇人？我哋自己嘅經驗都係嘅。有時候咧，真係能夠做得嘢嘅人咧，我哋好快咧都睇到佢就俾人請咗嘅。即係我哋公司都不斷咁未停過請人嘅。咁所以咧都唔係話咁容易請人嘅。咁當然咧背後個原因，大家都可能都諗得到啦嚇。即係你頭先所講嘅例子，講中國嘅嗰個例子，因為我亦都認識一位喺中國嘅即係有廠好大嘅嘅廠嘅廠家嘅。咁佢有時佢提及一樣嘢咧，佢講佢自己嘅仔，咁喺最近喺即係加拿大，好似加拿大畢業咁樣。咁佢好為佢嘅仔擔心啊，即係佢話佢仔嚟到香港之後咧，其實有啲咩嘅工作咧咁。咁佢都睇到嘅，即係香港嘅人如果去大陸做嘢，咁因為大陸嘅人才真係實在好多嘅嚇，咁所以咧佢自己覺得佢自己仔咧都係真係冇乜前途㗎啦喺香港，咁就叫佢唔好翻嚟啦，就要打份工咁啊去啦加拿大啦係咪？起碼生活指數冇香港咁高啦，打份工都養到自己啦，咁香港亦係好多好多好多呢方面嗰個問題嘅，但呢個睇到咧，即係而家成個嘅嗰、那個經濟嗰、那個困境咧就係、是、咧，即係好明顯喺外國嘅
嗰個所謂金融海嘯，咁其實個背後都係我以前都成分享過好多次啦，就係我哋成嗰個金融嗰個制度嚇，嗰個貨幣個基礎係嗰個主要係個原因喺嗰度嘅嚇。咁我哋每個人都係普通咁一樣咁照常做嘢，照常翻工，照常飲食，照常所謂消費嘅，其實冇乜大變嘅。咁我就成話點解咁得意咧？我哋呢個嘅經濟咧會突然之間會跌得咁犀利咁。咁好明顯咧，背後嗰個根源咧都係我哋成個金融嘅市場個俾人操作啊，俾人興波作瀾啊。咁佢要放就放，要收就收嘅。咁搞到我哋咧成日踩咗呢啲咁嘅嘢咧就頭痕啦。係嘛？咁即係突然之間，咁大家即係點會突然之間會嗰個所謂嗰個供需嗰個現象會有改變？其實冇乜點改變嘅。咁所以咧，你睇到政府咧都係做埋曬呢啲咁樣嘅舉止咧，其實好多時候咧都係一個數字遊戲啦。就好似李永康提出，其實佢到頭佢都説想下我哋嗰個失業率會幾多啊？我哋經濟的數字又會變成怎樣啊，所以他們很關注這件事的，所以他做出很多都是抌很多錢出來，來到在這個數字上希望做得好看一點樣。就算金剛提及這個二三千元的津貼，如果你公司都明知這幾二千元是長期來說是請不到的，人都不會幫你做兩三千元做事的，那就是暫時性咯，是不是掛一個名字咯，這個就不是係，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失業嘅大學生啦，唔係一個失業嘅青年咯。咁有啲嘢做緊咁樣咯，咁數字仲好睇啲嘅啫。咁實際上對嗰、那個即係經濟啊，香港嘅嗰、那個運作上嘅真正嘅需要咧，其實真係可以咁講係長遠嚟講係冇乜大分別嘅。或者佢諗住都係過一過啲關啦，希望咧可以可能喺一年兩年之後啦，咁呢個所謂呢個嘅危機過咗之後啦，咁大家咧就會即係可以即係經濟所謂復甦啦。咁呢個問題咧就解決咗啦。咁所以咧，而家都係權且之計嚇，即係抌啲錢出嚟咧，頂住檔先。咁因為咧，佢都預咗噶啦嚇。咁喺下年度咧，都諗住咧就嗰、那個綜合嘅赤字會變做49億咁樣。咁到咗2019-2020年度咧，綜合赤字會變到399億。咁因為香港政府過去嘅經驗都係嘅。即係初初都成日諗住預算咧，就有赤字咧，到頭來咧，其實反而有盈餘嘅。咁當然咧，香港人嗰、那個即係經濟呢啲咁嘅波動咧，成日都話預計係預計唔到嘅。咁好容易走翻出嚟嘅。咁所以其實可以睇到咧，其實咧都係做一啲嘢捱住先啊，咁令到啲即係嗰個表面嗰個就業嗰個數字咧，係可以唔可以跌得咁犀利咁樣。咁即係你睇到咧，即係其實做曬呢啲咁嘅小動作嘅。咁其實。唉，都冇乜新意㗎啦，亦都冇乜期望。財政預算案所講嘅嘢，董特首嗰陣都做過曬㗎啦，都知道咩結果㗎啦，咪就係咁。結果咪要睇03，結果咪要自由行救我哋囉。咁自由行，咁香港都要有優勢，香港無可否認嘅，買靚嘢就全世界最平，食嘢又最平㗎啦。你冇優勢，人哋你開放曬，我都唔會嚟㗎啦。嗱，咁我最近咧都想過去中國去嗰、那個東北嗰個哈爾濱啊咁樣，都去即係去旅遊一個禮拜度啦。咁我亦都睇到幾樣嘢嘅。咁我觀察到嗰樣嘢咧，我令我覺得咧香港係冇問題嘅。咁嗰時我睇到啲咩咧？我睇到咧原來咧真係咧喺中國上面嗰啲嘢乜嘢都貴過香港嘅。啊，咁我哋有見到一個名牌店啊，咁嗰啲價錢咧，原來咧係差唔多咧，係一般嚟講貴過香港70% 嘅。絕對係啦。咁食個哈根達雪糕咧，咁喺戲院度買咧都成20多蚊嘅，香港都係20-30蚊嘅啫，細杯20多蚊嘅啫。咁我一睇到呢樣嘢咧，我都知道咧香港係冇問題嘅，因為咧即係好明顯啦，即係大陸咁多人咧都係。買親佢啲係貴過香港好多嘅，咁所以咧佢哋不斷咧係會希望咧能夠有機會嚟香港去買嘢嘅，咁所以中國政府就好簡單嘅啫，到處多口香港唔掂，咁咪放啲人嚟落咯。咁呢個真係好實在嘅，好實在嘅經濟嘅推動啦。咁即係我覺得會係咁會咁出現嘅。咁同埋澳門都係㗎啦，最近年啦，澳門又話原來差咗啦，咁中國好似有啲計劃咧，又到六月度咁樣又開放一啲人咁樣。咁即係始終咧大陸嘅人有儲蓄啦，係咪？當然大陸經濟都會跌啲啦咁樣，咁但係中國就睇翻佢最近嗰、那個。
佢哋嘅政策上咧，都係希望咧係嗰個嗰、那個西邊嗰啲農業嗰啲農民嘅嗰個生活水平咧，那個生活質素咧，政府有啲具體嘅計劃咧，希望改善佢，就唔使佢哋成為一個工業嘅流民咧，就成日去所謂啲工廠區啊去做嘢嘅。咁呢個咧，我睇到咧，即係話咧，始終中國大陸咧，唔似歐洲或者美國啦嚇嘅人咧，係即係使到突曬嘅，佢真係有儲蓄嘅。咁始終人口都成十幾億係咪？咁同我當你係有5% 或者1% 啦，咁都有成過千萬嘅啦。咁所以呢班人咧，咁得閒放啲咧，香港係冇問題嘅。咁即係好可惜啦。即係呢個原因就係香港冇問題，就唔係因為香港人然後節電啦，係因為大陸啲嘢貴過香港咯。咁同埋咧，我真係比較關注咧，即係啲後生仔成日話，你知唔知啊？話方 seven。以下的學歷失業率 70% 啊嘛。70%。咁即係我想奉勸一下呢，即係年青人呢，我只需要我唔係話好老40多啦，但係我記得我10多20多歲嗰陣呢，我好想做嗰樣嘢嗰陣呢，我係哀人哋俾個機會我㗎，我話唔緊要，有冇錢都冇所謂㗎，你俾機會我得㗎啦。我成日講呢句，即係我嘅睇法，你只要願意，你真係想去從事嗰樣嘢，你真係去敲門或者去同人哋去傾下，人哋絕對願意俾個機會你。梗係啦，我發覺依家年輕人好斤斤計較嗰個錢啊，大佬你冇經驗同人哋講錢喎。咁咪乜都唔使做囉，明唔明啊？你但係因為好多人嘅佢覺得佢嗰個錢即係唔代表係佢有嘅銀紙咁解，係嗰個面嚟㗎。個面係個行公嘅幾千蚊。係啊，好多人覺得係個面嚟㗎。即係譬如我一班人咁樣話你係幾多錢，我幾多錢，我幾多錢，佢覺得嗰個係一個面嚟㗎。面啊嘛。哇！你大學生佢行公幾多？講面啊嘛。70年代、80年代，一年訓練幾多大學生出嚟先？依家又訓練幾多大學生出嚟先？你唔可以同當時去比，當時一年可能得我諗都係1-2千個到嘅啫，70-80年代兩間大學係咪先？咁依家至到去到依家，唔計外國翻嚟或者大陸落嚟讀嗰啲。都成18,000至20,000多喎，好似。咁你唔可以再講呢樣嘢嘅，同埋有咩面子問題啫？學嘢，你冇經驗，你唔係天之驕子，唔可以用呢種角度去睇㗎啦嘛。咁多大學生，即係你要攞工作機會嘅話，有乜問題啫？錢大把機會揾啦，即係我奉勸下，唔好讀得書多。大把人都讀得書多啦，啱啱先？咁你要去攞個工作機會，你願意，我香港一定提供得到。有乜問題？你學嘢啫嘛，咁快同人斤斤計較錢做咩啫？你要講面子，咁咪冇公開咯，好簡單嘅咋，啱唔啱啊？咪俾曬大陸嗰啲咯，大陸嗰啲我願意啊，你吹啊，啱唔啱啊？我唔斤斤計較。佢計較，不過計較將來嘅，佢唔計較目前。咁咪即係咪即係頭先我講嗰啲咯？你即係大陸佬，你估佢真係唔計數，總計數得過你？咁你冇經驗就唔好同人哋，你冇資格同人哋去 bargain 啦。咁呢樣嘢啱唔啱先？即係話我奉勸一下啲年青人，香港係好多機會嘅。你梗係啦，你成日瞓喺張床度，或者成日上網打機嚇，睇埋啲無謂嘢，梗係傷失啦，係咪啊？你都冇跟住就同人哋講成日話雙失，你唔去揾嘢做，啱啱先？我即係要奉勸啲年青人咯，唔緊要噶，就算掃街，容許我講啊，當時我通屎渠都係咁啦，冇問題啫，通屎渠幾好揾噶，係高薪工作嚟噶，應付性啊嘛。我奉即係我老豆成日教你倒垃圾啊，你可以倒到做阿頭，跟住做老闆。
有乜問題呢？好，咁啊，咁我哋都即係休息幾分鐘咧，跟住就好快就再繼續。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好啦，咁我哋翻嚟繼續今晚嘅講題啦，就係呢個2009年到2012-2010年度嘅政府嗰個財政預算案啊，咁我哋點樣睇佢咧？咁我曾經都大家同大家分享過、就係其實成個個預算案咧，都係咧就喺一個經濟低迷嘅個環境之下咧，就政府咧就係使多啲錢嚇，咁、咧就製造多啲所謂就業嘅機會，咁就做啲興建方面啊。教育嗰方面啊，同埋嗰個醫療嗰方面咧，都係大量咧就係撥錢咁樣。咁但係要了解咧，啲錢都係即係我納税人嘅錢啦、啊。咁要找數嘅，要找數嘅嚇。咁其實咧，我哋其實想都大家了解一下咧，即係我哋而家睇到係一個好表面嗰、那個呢方面嘅個現象啦。咁但係成嗰、那個喺嗰、那個政府政策嗰方面咧，同埋喺經濟個。經濟學方面咧，其實有不同嘅手法嘅。咁或者我請阿李永康咧，同大家即係介紹一下啦嚇。即係其實一向咧喺嗰個政府政策財政嗰方面咧，其實有邊幾種嘅不同嘅派別咧，佢大概佢推揚嗰啲係邊一種嘅做法啦？咁邊個係會比較好啲咧？我而家有冇定論咧？我知道邊個好啲，我就發達。但係其實任何政府啊，唔理你共產政府好，資本社會好，資本社會好。得三招嘅啫，三種，一種咧就奧地利學派，奧地利學派就係咩咧？依家你睇 Bloomberg 咧，日日都講噶啦，我唔鬼救你，你自己自生自滅，你應該要執笠嘅就執咗佢。係，因為其實呢個係有道理嘅，因為如果我夾硬，你今日應該你個生意經營得唔好噶嘛？係，我夾硬要幫錢俾你或者幫你，咁其實係延長你個痛苦嘅啫喎，亦都唔會幫你做件生意噶嘛，應該係。令更加懂得做生意做你嗰门生意嘅人攞咗你嗰门生意去做，佢知佢更加做得好噶嘛？所以咪依家啲銀行出現有兩個啦，嗱匯豐銀行咪話唔注資，唔使我唔使政府幫，反而佢啊受害，係咪啊？嗰啲嚇俾政府注資嗰啲反而啊有著數喎。系啊，依家因為懲罰緊匯豐啊，大佬。依家係反轉嚟玩噶，因為咧，嗱，其他好啦，依家攞咗啲政府啲錢咧，就止咗咳啦。但係匯豐冇攞錢咧，個個人都係咁諗啊。喂，人人都唔掂，你冇理由咁掂噶噃。嗯。咁個個都，既然話，咦，你係咪啲數收埋咗啊？或者你啲應該報啊唔報啊？呃我啊？咁咪個個掟曬啲股票，咁所以由百幾蚊跌到依家得翻50幾咯。係咯。是懲罰個乖的。喂大佬我不用你注資啦，不是應該乖應該好事嘛，好像不注資啦，好像呢好像有罪咁，就是咁。即係剛才李永康所講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奧地利派啦，咁一向呢都係即係堅持嘅主張呢，就用一個自由市場嘅自由放任嘅市場，又強調呢自由市場嘅導向為主。但有一個好唔好處呢，就係、是、即係可以嗰、那個咁嘅經濟畢竟呢是蕭條到咧，係可以係好耐噶。即如果政府唔介入去做啲嘢，係啦，因為咧，其實曾經我哋都知道1930年嗰一次經濟大蕭條咧，如果嗰次係唔救嘅話咧，結果其實救咗都冇用噶啦，因為咧救翻嗰1930年嗰個經濟蕭條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打仗係最好嘅，所有嘢都投入資源去做嘢噶啦嘛，個人都去做嘢，咁咪冇經濟蕭條咯，好簡單嘅啫。好啦。第二個派咧就係依家你成日都聽到啊，就係海恩斯就話啦，你又唔使錢，佢又唔使錢，佢又唔使錢，好啦。咁但係我個人都要食飯啦，要做嘢噶嘛。咁我唔冇工作咁點算咧？咁啊政府帶頭使錢。咁咪變共產黨。即主張政府係應該積極干預嘅經濟嘅嚇。唔知積極干預，直接由政府帶頭使錢，帶頭揾工俾你做，帶頭。去開發新的工作，帶頭開發新的市場。但是我們都很清楚很明白，我們這幾十年很清楚很明白，即是這個世界
做得生意是最差的人呢，就是叫做政府的了。这个世界如果可以蝕大款蝕得叻，个政府嗰就可以攞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噶啦。系系系，我绝对搞唔掂噶。即系你俾政府咧，俾任何嘢咧，佢结果都系使到大到咧，就顶唔住。我讲个好笑笑话俾你听。喺台湾咧有个叫成功岭，咁你所有即系如果去嗰啲当兵啊，因为佢当兵咁个成功岭，咁本来咧就系、是。一個將軍咧就睇到啊，嗰、那個有嶺，咁望到隔離嚇，望到對面啊大陸嘅喎，咁樣人哋打炮咁點嚟咧？好啦，派兩個哨兵啦，咁去哨兵咁啊，去嗰個看啦，咁啊，好啦，咁啊哨兵咁，好簡單啫，喂，咁有兩個哨兵，咁哨兵都係人嚟噶，咁要放假嘅嗬，咁兩個哨兵唔夠，咁兩個四個，咁有兩個可以放假，兩個咪喺度繼續守咯，係，咁又係喎，嗱，咁有四個，咁有四個兵喺度守啦，咁應該要整翻個整翻个起码都整翻个少尉咁样看查佢哋，而家唔系佢哋四个咁一齐乜嘢都唔做咁打桥牌咁点算咧？系好啦，有得一个少尉啦，诶整个上尉睇住佢噶嘛，哇咁点算？可以整咧，系叫整个军营出嚟。系咁依家唔系啊？咁你所讲依家咪政府做紧咯？要而家要大量嘅请公务员喎，系啦，咁辛苦呢几年瘦咗身，又要再请翻几千个公务员喎。系，仲有一样我话俾你，真系超级恐怖。系，依家啲嗰啲又系纳税人走。library 即系嗰啲图书馆啊。系，无啦啦依家话咧，嗱你图书馆咁，大家睇书都好啊，系咪啊？系啊系啊。请多咁咁多图书要管噶嘛，系嘛？吓，咁开拖长啲咪更加好咯。嗱，大家咁唔好出去喺度，唔好嘥个地方啦，啊、去图书馆啦。咁请多万几人去准备啊！请多万几人去管理个图书馆，即系执下书啊、砌下书啊嗰啲啊。香港图书馆书唔系好多嘅啫，你唔好理佢。总之佢谂住整万几人呢啲咁嘅临时工。系咁但系好啦，咁你喂管理图书都几专业嘅喎，起码你要识得字啩，要识得啲乜打乜噶。咁你请啲咩人咧？临时工乜人都请得嘅，基本上。嗯嗯咁你結果咧要請翻啲另外一啲人咧，去睇住佢，咁你仲執翻啲書咁至得㗎，係咪？咁咁咪寫啦，我想揾翻本嚇經一課經濟學，咁揾幾多揾唔到，原來佢拍插咗喺社會科學嗰度，咁點算咧？係。咁但係我哋香港係乜唔係奉行小政府嘅咩？點解而家政府邊度小政府啊？我從來未見到一個政府咁大㗎。香港嚇，你以前都講過啦。香港政府係全世界比例上最大。你唔使啊！政府成日出嚟講我哋自己小政府。你問一問一下你身邊是但你嗰啲同學啊，加埋啲親戚啊，有邊個唔係同政府做緊嘢㗎？差唔多20%。嗱，你政府公務員啦、啊，政府受助機構啦、啊。就唔政府受，你做政府工程啊？系啊，咁有边个咪同政府做紧嘢啊？系、啊。咁咪有个问题咯？你最终，即系你都要找数噶嘛？咁同埋咧，最重要，你政府喺呢啲环境，其实系应该。減省支出噶嘛，唔應該大花筒噶。其實依家依個咁嘅環境，應該就政府啱啱就攞住依個機遇，重新應該檢討整個香港嘅經濟政策係乜嘢，我哋將來嘅經濟出路係乜嘢，我哋嘅政府依家乘機減省資源、減省人力，將呢啲人力資源。出翻去出嚟諗下做啲新嘢嘛！我哋點解依家個即係咁多個經濟項目都唔好，咁多個失業呢？因為我哋冇新嘅工作啊嘛！如果我哋有新嘅工作，有新嘅機會，有新嘅行業，咁咪會有咯。有新嘅諗頭，不過係俾政府打壓。咩打壓呢？佢唔係話開口打壓啦，你試下問下啲部門啦，唔批，唔得，咁咪唔做咯，明唔明啊？如果大家有機會咧，去認識嗰個奧地利嗰個學派啦，咁其中一本書咧，我見到香港好多啲文章咧都有提下嘅，就係呢本書咧叫做一課經濟學 （Economics in One Lesson） 嚇，咁嗰個作者咧係Henry Hazlitt， 咁呢本書咧其實咧係出版咗成60年嘅啦，咁可以咁講咧，
是第一本书呢，是令我对经济呢，经济学呢，是开始有啲基础地嘅形式。即係我记得有一次我同好几年前啦，我同李永康讲嘅话呢，因为李永康始终佢都系人家读呢一行㗎，咁佢都有人家有个 MBA 啊咁样，咁佢呢啲方面呢系应该比我熟悉好多嘅。咁我就同佢讲嘅话呢，李永康呢，我始终呢，我都讀過下經濟學，喺大學嗰時咧都讀下嗰時叫 Samuelson 嗰本 Economic 啦，咁大家都睇嘅。我有感覺咧，我好似硬係覺得唔係好明白，即係都唔知係即係唔知係我嘅理解力差咧，還我覺得有啲問題我唔明嘅。咁李永康就即刻安慰我咧，佢話咧，佢話你呢個係好正常嘅，你係唔應該明嘅，因為成個經濟學咧所講嘅嘢都係互相矛盾啊。可以講咧係唔係好清晰嘅，咁唔緊要啦，唔緊要啦。我送呢本書俾送呢份資料俾我啦，咁佢就即刻送咗一個錄音帶咧，就係講關於呢本書嘅就 Economics in One Lesson。咁我就哇嗱聲咁就哇係咩？因為我覺得真係即係想真真正正了解一下成個經濟學呢方面，因為始終經濟學對我哋個社會啊、香港啊，然後尤其是香港啊，係一個好緊要嘅影響啊。如果你完全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即係係好。是好不安的，咁所以我就嗱聲一路聽一聽，咁聽到後尾覺得係喎，真係喎，非常之正喎。你知道呢，聽帶呢，聽嗰個 MP3 呢，同埋睇書好唔同嘅，咁所以我都忍唔住啦，咁去 page one 呢，就索性買到嗰本書啦，買到呢本 Economics in One Lesson 啦，咁我一路睇一路睇呢，我真係好開心下，即係李永康呢就令到我呢真真正正呢就上到一課好緊要嘅經濟學嘅資料嘅。咁到今日呢，我哋都諗下呢，呢本書原來咧就有成七個翻譯本嘅，有七個翻譯嘅版本嘅。咁雖然係1946年出咧，佢入面所講嘅內容咧，可以咁講咧，係今時今日咧都啱用嘅，亦都係解釋得到咧而家我哋嘅成個經濟嗰方面嗰個問題咧，那個原因喺邊度嘅。咁喺最近啦嚇，呢個作者咧。原來最近1990幾年過身，99歲過身嘅，咁亦都嗰個銷路咧，呢本書銷路咧都差唔多成100萬冊，仲未計下網上啲人 download 嚇，咁所以呢啲資料係非常之值得睇嘅。嗱，咁喺佢呢度咧，佢都提及咧，海耶克咧，佢即係亦都係個奧地利派嗰個一個主要嘅人物嚇，咁又可以話海耶克開始嘅嚇，係一個主要同埋 von Mises 啦咁。好啦，佢認為咧，政府嘅角色係要製造一個環境咧，讓個人或者群體咧追求各自嘅目的。如果政府要提供服務咧，係應該提供市場所做唔到嘅，咁亦即係咧，當市場失靈嘅時候咧，先至可以介入。好啦，喺今時今日咧，你都睇到咧，即係好多國家咧，其實咧都唔係跟隨呢個嘅方法嘅。咁我哋睇到咧，就結果咧，其實咧，我哋個經濟嗰個波動咧，係一波一波咁嚟，咁亦都。我哋都開始面臨咧嗰個所謂嗰個金融海嘯之後咧，咁我哋經歷到第一波啦，咁亦都有嘅有好多學者咧都估計咧有跟住有三波嚟嘅，咁亦都有學者都提及咧有 49% 機會咧今次咧我就完蛋㗎啦 ，49% 啦，咁呢個地球上咧好可能咧嗰70多億人裏面咧，可能咧七個裏面咧剩得一個咧係可以生存得到嘅，咁好啦。咁嗱，我都開始啊，即係開始買呢幾本書啊，一路咁睇，一路咁了解咧。咁我都睇到咧，即係奧地利派咧嗰個自由經濟學說咧，其實咧係我哋背後好多嘢都可以解釋得到，我哋政府好多呢方面嘅策略啊，包括我哋最低工資啊，政府干擾嗰個物價，嗰個或者樓價或者諸如此類，政府所謂製造就業啊，夾硬製造啲基建咧，個背後咧係其實好多啲佢叫做 fallacy 啊，即係嗰種係一種謬誤喺度嘅。咁呢本書咧嘅好處咧，就將一般嘅人嘅政治政策嗰個經濟政策方面嘅謬誤咧，一個個咧就幫佢分析得好好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呢本書咧真係好值得啲人咧去尤其即一般人咧都應該知啦。咁唔好講話香港政府方面啦咁。咁呢本書咧就亦都即係可以睇出咧，即係而家我哋個面對個問題咧係根源喺邊處嘅。咁但係咧，我哋最近未講過幾輯啦。其實咧有另外一個層面嘅問題咧，我哋都應該咧係好好地去探討咧。就咧過去下經濟學咧都係講嚟講去咧都係未講到出咧個背後仲有一個層面嘅問題咧，
即係成個你經濟呢個波幅嘅泡沫啊高低咧，其實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視乎我哋嗰個所謂貨幣嗰、那個、那個基礎嘅。咁其實呢個背後呢個動力咧，呢、這個背後嘅影響力咧，其實咧過去所有學派咧，我覺得都冇人提及到嘅。咁所以咧，發現咧，其實好多嘢咧，如果我哋由我哋以前所提及嗰、那個美元大崩潰啊，同埋嗰個個貨幣嗰個戰爭嗰度咧，可以睇到咧，其實咧好可能咧，我哋真係咧係要深入啲喺另外一層面咧，係多啲了解一下我哋而家經濟上所遇到嘅問題嘅。咁講翻今次啦嚇，嗰、那個財政預算嗰、那個方案啦，咁佢其實提出一樣嘢嘅，呢樣嘢咧。在表面睇咧，就話咧，佢會研究推廣嗰個電動車輛嘅使用，延長電動車輛首次登記嘅登記税嘅豁免。嗱，電動車輛咧，大家我好可能咧，以前都同大家傾過嘅。我哋講緊電動車輛係講邊一類嘅電動車輛咧？係咪一種叫做 hybrid car？hybrid car 咧，即係話咧，可以用電動或者同埋嗰個汽油咧，係即係可以交替換嘅，即係需要嘅時候咧就可以交替換嘅。咁但仲有一種嘅電動車咧，即係全部咧係用電動車做嘅。嗱，咁我估計咧，佢一講緊咧係嗰個 hybrid car 嘅，即係咧又可以用下電油啊，用可以用嗰、那個用嗰、那個充電啊咁樣嘅。咁但係咧，其實咧喺外國咧喺好應該係澳洲啦，咁都我都知道有呢啲嘅汽車存在，咁但係都睇到咧，佢嗰個售價咧係貴好多㗎，咁而能夠慳到嗰樣嘢咧，其實都唔係真係咁突破性嘅，咁但係咧相反地咧，真正嗰個電動汽車咧，我叫 electric car 咧，其實咧係一個好好嘅發明嚇，咁其實咧喺美國咧已經出現過㗎啦。咁當時咧係好應該係嗰、那個General Motor 嚇，咁係曾經係製造一批咧，咁就曾經就俾人係租用過嘅嚇，咁發現咧佢真係咧好多方面咧非常之慳電啊，同埋佢嗰個經濟效益咧係差唔多咧可以咁講咧係等於一加侖嘅電油咧係6毫子美金就夠用㗎啦，咁同埋咧因為嗰個電動車咧。佢嗰個設計係簡單好多嘅，咁變咗好多個車輛嘅，譬如嗰個排、那個排死氣系統啊，咁即係 muffler 成日要換噶嘛，咁同埋有啲個配件咧，就係、是、可以咁講咧，係即係係完全唔需要嘅，咁所以個背後嗰個經濟嘅效益同埋個環境嗰個效益係好高好高嘅，但係咧偏偏咧。當時咧，嗰、那個 General Motor 咧就將呢架車咧係回收翻嚟，跟住咧將佢完全毀滅咗佢嘅。咁所以好多人咁講咧，即係美國嘅汽車工業咧，其實不嬲都有啲新嘅發明嘅科技咧，係可以真真正正改善我哋而家嗰個電油嗰個問題啦，同埋咧我哋嗰個環境污染嘅問題嘅。咁我估計香港而家所講嗰類嘅車咧。就應該是不是那類的車，是講個 hybrid car 的，是不是？財爺三點鐘開記者會，有記者問他這個問題的，就是那電車那裡、okay. 就是那個是怎樣。那財爺就說呢，他說呢會跟日本那邊商討一下，看看可不可以整一些充電站。他這樣他這樣。其實我想說就是交通工具。乜嘢交通工具为之好？每一个人都唔同噶。我觉得对我嚟讲最好踩单车添。系你可能系要有马力嘅，最好梗系汽油车啦。或者成醒吓，佢要揸林宝坚尼。有啲人就中意吓，中意电力车，呢、這个唔紧要噶。任何人有任何选择，点解政府要帮我哋选择啫？政府依家系松手嘅时候嚟噶。呢、這个趁呢个咁嘅经济嘅不景咧，松手。等我哋每一個人去追求自己認為嘅幸福係乜嘢啊嘛？因為我自己認為嘅幸福嘅美好生活係乜嘢？個個都唔同噶嘛。我認為嘅美好生活同阿邱永賢先生你嘅美好生活好唔同。我最開心啊，梗係去卡拉 OK 玩啦。可能你去到卡拉 OK， 可唔可以快啲走啊？翻去聽下 jazz 都唔頂噶喎，係嘛？人嘅美好生活唔同噶嘛。應該依個嘅時候應該快啲政府快啲好收手，將所有應該。阻止我哋自由經濟、自由市場
的所有的法律制肘全部拎走佢。同埋我話俾你聽啊，冇即係唔應我同即刻嗰個經濟彈到你唔信啊！同埋我同意你講咯，即係呢啲環境係應該，所以喺記者會又有記者問佢，喂係咪應該阿財爺你帶頭先減薪先咧？咁啊財爺點答佢話？我哋減薪或者公務員一齊全體減薪，對香港嘅經濟冇乜嘅大影響嘅，所以呢個姿勢大於實際，咁所以就唔好做啦。唔係，我其實我從來唔介意啲人哋任何一個人揾幾多錢，你揾1億都得冇問題，只要你揾到1億翻嚟就得啦。其實每一個人使錢喎，每一個人啊，即係佢可以能夠揾到高人工，其實好高興啊！點解啊？因為佢有嗰能力，佢先揾到咁嘅人工啊嘛。點解我要減人工啫？我最憎就減人工，話俾你聽。我最中意就加人工，因為佢有咁嘅力量。佢家人我都好噶嘛，因為我係 on top 佢噶嘛，佢揾到好嘅環境，我都會有好環境噶嘛。咁但係政府加人工啊冇。嗱，咁事實上你都睇到咧，即係我哋而家遇到好多好多方面嘅問題啦，包括咧我成個教育嗰個成果啦，好多人出咗嚟之後咧，都係即係都自己養唔到自己啦，揾唔到適當嘅工作啦，解決唔到嗰個問題嘅能力啦，咁見到政府又要進一步去幫佢手啦，成個醫療嗰方面咧，你都睇到咧啲錢咧不斷咁撥款咯，咁之後好明顯咧。即係個背後個真正嘅原因咧，都其實咧，我哋而家係冇一個自由經濟嘅制度喺度嘅。我亦都好多人咧，亦都係受制於好多好多呢方面嘅掣肘咧，令到我哋咧係冇辦法咧係發揮我哋每一個人能夠做到嘅力量嘅。咁我哋香港九龍大行動成日都講過啦，成個醫療問題唔係唔夠錢啊嘛，係咪？你再咁撥佢有8億7千萬一年咁樣，個做到24億嘅時候咧，其實咧係完全係唔會解決到問題嘅，因為醫療問題唔係我哋。唔夠錢啊嘛！成個教育個問題唔係因為三三四啊嘛，你再抌到75億落去嘅時候，有啲咩幫助呢？大陸而家有每年有成四百幾萬嘅大學生根本係冇嘢做，咁所以我覺得咧，始終咧就好似頭先李永康講咧，政府成日咧就係做埋曬啲好表面嘅數字咯，個背後嗰個根源咧係完全咧係即係冇長期睇得到嘅。嗱，點解呢本書？呢、這個一課經濟學咧，大家有機會真去睇睇下咧。其實佢有一個重點好緊要嘅。點解我哋見到嘅政府所做嘅嘢咧，好多時候咧好差嗰啲策略咧，係不斷嘅俾推揚嘅，反而咧係好嘅政策咧係睇唔出嘅。咁其實咧好多時候咧，我哋嘅成個嘅政府好多政策方面咧，都係好表面嘅，為一群人嘅表面嘅需要咧去做啲嘢嘅。咁當然咧，佢睇到一樣嘢咧，咁你未即係嗱，有咁樣嘅做法，有咁嘅 effect 啦。但係咧，佢哋好少咧係全面咧去睇下咧，係整個係即係整體嘅經濟咧嗰個影響會幾多嘅。咁所以咧，佢本書喺前面咧有講過嘅。佢點解呢啲壞嘅政策成日出現咧？就呢個壞嘅政策咧就好簡單嘅啫，因為佢好表面。好直接講一啲問題嘅，但好嘅政策咧就睇到個後果，睇個整體個後果咯。咁我哋成個人咧，好少人咧係能夠咧有咁嘅能力咧，係去了解咧係成件個政策背後個長遠個後果咧係點樣樣咯。咁所以咧呢個係可以解釋得到咧，點解咧好多啲壞嘅政策成日不斷出現咧，好嘅全面嘅政策咧係永遠都係出唔到街，亦都冇俾人採用同埋了解咯。最後兩句，多卡係希望。政府咧誠實啲，話俾香港市民聽，即係個現實係咁樣，唔好對，即係唔好對政府有咁大期望。所以點解就係啲訪問啲人個個都話失望，就係、是、個個都想，即係個個對政府有期望可以幫到佢。好，呢個真係慘。好啦，咁時間關係咧，我係袁大明啦。咁我今日同阿李永康同埋阿金咧，就要同大家講聲拜拜，多謝。